同志们好呀，我是龙哥，起来到现在一直在做公众号，现在嘛，点香喝茶了，屏幕当中还是没有出现龙哥，对吧？没关系，你在这？大家看一杯茶水，喝喝茶啊，每天喝一杯，舒不舒服？太舒服了。0085口粮茶，大家好，我是龙哥，总算上镜了啊！外面天气差不多20多度啊，蛮凉爽的。今天是一个大阴天，那么家里事情都做得差不多了，开始可能要出门一次，采买采买啊，花花钱是吧？去买点美食回来。看看还有什么应季的水果，去买一点回来。今天晚上吃上海的咸泡饭啊，哎，泡面去买，再炒炒空心菜啊，水泥啪啪，味道没有是吧？积极点。昨天休息的可能不是很足，所以今天要加倍学习。我一会儿呢就为大家录一点视频啊，上传各个平台。因为精神状态差，所以不想拍。不想拍呢，也想打开手机跟大家聊一聊，是吧？那就这样了，出门买东西。好了，龙哥现在出门去买吃买喝，街道上一个人都没有，人人清清的。小巷子里穿过去就是大卖场，那就一起去看一看吧。有啥好买的就买一点呗，精神状态太差了，今天，哎呀，累死我了，整天就不知道这个要买那个要买，不知道要买啥。日本老年人都很勤劳的，都把家院子都搞得干干净净的。蛮有特色的，有点像希腊。你看日本啊，大街上可能还看得到几个人，在小巷子里走走都很安静，一个人都没有，旁边就是警察局，上面有很多通缉犯，其中有一个挺像一个中国籍的演员，这个像谁？大家仔细看一看。你到底是谁？你是不是那深夜在路边偷井盖的贼？美容店搞得蛮有意思的，都是娃娃，好玩吧？今天星期天呀，奇怪了，怎么回事？一个人都没有啊，很诡异的这种。每次跑到这边吧，总要搞错。左右都通的，所以呢找路呢是蛮累的。这家咖啡馆很有味道。好了，总算跑到这边了，在粉冰池的旁边有一家，去看一看吧，有啥可以买的。哇，咁就咁啦。看看水果吧，也没啥好吃的，日本的水果太少了。像不像菠菜呀、还有毛豆，我去买点香菇，哪里有卖香菇？这里都是特价菜，都是快过期了吧，
梅子是用来泡酒用的，南高梅。哎呀，这辣椒不知道辣不辣了，可是买不到辣椒也奇怪。拿了再说吧。拿几个笋吧，也解解馋吧。今年的那个竹笋都没吃过，就买两个小笋炒炒豆干啊。这是曾经一度国内非常流行的黑蒜，在日本随处可见，也不贵吧，1280块。黑蒜，哇塞，很久没有见过带鱼了，居然今天看到了新鲜的带鱼，买点吧，尝尝鲜的。这是啥鱼？神奈川的啥鱼？没见过。这是切碎的嘛，炒一炒嘛，就鱿鱼丝嘛，这个是很贵哦。龙哥也会说贵啊，你想424块钱一块啊，你说贵不啦？这没必要让它斩哦。不要了不要了，太贵了，咱们有钱也不能乱花呀，是吧？有那么多的海产可以挑，为什么要吃呢？一定要吃带鱼吗？不一定。这个是鳗鱼的蒲烧，蒲烧这样的不一定好吃吧，应该。那我是不会，我要吃现场去吃，这没必要在这里买着吃。虾仁不错，虾仁打折都在，都没人买呀。日本经济好差呀，现在这个虾仁你看多新鲜，便宜200块。这个闺蜜啊 K 呀，中国菜，中国产。好了，咱们还是看看肉吧，看看有啥肉比较好。这个牛肉吧，吃过菲力之后，像这种牛肉我就不太喜欢了，肯定味道跟菲力是不能比的。哎，价格也不贵，1000一份，1200，太肥了这个。这是五花肉啊，多漂亮！买了一个大的，这两块太小。然后这是油豆腐，回家烧烧粉丝汤挺好的，128块啊，一包啊，拿了拿了。这里都是买豆腐的豆腐柜台。哎呀，这里东西还算是东西蛮多的，包括什么午餐便当的，什么都有。这么大一盒便当18块人民币。这边是生活区嘛，所以它的东西也不是很贵。然后后面还有各种炸物，就是油炸类的东西啊，都这样的一个价格，大家看一下。哎呦，大虾18块钱，这么大一盒。不过日本的这种烧法我是不太爱吃，不太好吃。还有饺子，饺子208块，
好了，咱们买的差不多了，再去买整点面包啊，或者怎么样，蛋糕啊，然后回家了。这边都是面包，各种各样的面包特别便宜，它也不贵。龙哥喜欢吃蛋糕，我喜欢吃甜甜的早餐，否则的话我的胃会不舒服。所以这个吧，这个还算我比较喜欢的那种蛋糕，也不贵，108两个，那就全要了吧。没了，一共才四个。旁边还有买酒的，各种各样的啤酒。好奇怪，这么小一罐啤酒，那怎么喝呢？这一口就没了，对吧？麒麟的，这个是阿萨西的，那个是98、95。我都没有喝酒的欲望，也不知道怎么一回事。最主要身边没朋友吧，陪我一起喝喝，能够特别聊得来的，跟龙哥一起喝喝酒，没有。现在除了齐山还有谁啊？没有人陪我喝酒，所以呢，我平时看到酒也不会去买。以前不一样，以前那个来日本旅游的时候，我什么都喜欢，好奇怪，为什么呢？好了，差不多了，买完了，回家吧，回家吧，回家了，累了。这个好像是牛乳蛋糕，人没吃过，尝尝味道。贵啊，便宜啊。好了，开始买单了。龙哥的生活呢，希望是什么呢？希望就是一个非常大的宅子，然后呢，背山面海或者背山面湖啊，冰箱买个四五个，院子里有鲤鱼池，所有的活动喜欢的东西都在屋子里面啊，然后足不出户在家点香喝茶啊，这样的生活比较适合我吧。然后身边呢最好再有一个导游，是吧，就是陪吃陪喝陪玩，要求也太高了。我来为你带路，只是我想想，想一想总可以吧。那人生总是要有梦想的嘛，大家说是不是？分享生活是一种快乐，我是龙哥，感谢关注每日动画，或者每周动画，又或者每月动画，咱们再外加一个每年动画，那就下期见了，拜拜，回家喽，回小白楼喽。我们普通话也标准，会代表我们的身份。上海人不说上海话，这座城市失去了根，没了海派文化，只剩人和高楼大厦，高楼上的房价，这是你想要的上海吗？老浦洋金棒，酷酷阿瓜棒，有阿拉冈，上海闲话有交关有趣地方，讲黑黑手甩甩阿莫林洋盘，少几句啊上海闲话，少几句啊讲，不管做事体讲闲话，上海人在每条水里有条有理，阿拉欢喜讲道理，闲话要讲了色一，来上海的朋友，上海接受侬，也希望侬接受伊。上海闲话一道学起来，学起来。上海闲话一道讲起来，讲起来。上海闲话一点也不难，不难。上海闲话讲起来哈赞，哈赞。